他也有很多的沟通，因为他就是在这儿拿得了这块金牌，然后我也是特别为他开心。我们私下也是有很多的交流，明天我知道也是他的比赛，在明天都是我们俩的决赛，也是希望彼此能够发挥得更好吧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个过程，玩得更开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明天所有人都发挥得特别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需要去完成一些自己的最难的动作吧。